音乐鬼才郑敬一创作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。2012年，57岁，他喜获千金，成了十足的女儿控。女友张小姐在为他生了一个宝贝女儿彤彤，他百般呵护。而且有够高追的，叫我生的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小公主。我已经结那么多，再结其实没有意义啦。那我不结婚，其实我们两个都没有，只是对方的妈妈不的父母比较不好意思啦。哦，但是他对我也谅解啦。我觉得有那个女儿，从第一天到现在，是我这人生里面，我这一生中最幸福。那我常常幸福里面可能有些东西就没有，比如快乐，我会每天教一个女生啊，干嘛过得那个很风花雪月的日子。没有了，因为不行了啊！可是我多了一个叫幸福。最终真正留住郑敬一浪子心的是前辈子的情人。哦，你说这样漂亮吗？哦，还打腮红啊！你今天要跟谁结婚？爸爸啊，是啊。我们要拍什么？我们要拍什么照？结婚照啊！因为我几乎我小时候都陪着我女儿，她就躺在我旁边这样啊，每天跟我这样。然后我只要出去一下，我就不行，我就要赶快回来了。阿斌妹妹说，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7点半，台湾大搜索频道，不见不散。